独有地，然后建筑是不是先取得照，然后再二次违建，是不是这样的事情？我就说像这种不实的爆料情况，请他吞回去嘛。那个什么叫做侵占国有地？那叫合法申请。对，你只要有申请，都有资格可以申请，请不要乱讲话啊。那请他要爆料，要引用正确的资料，也请不要闪避法律责任，不要据说、听说、可能、谁说，这个就是不敢负责的说法。追那个电动车的。